集团总裁王令麟与副总裁廖尚文以及旗下各公司一级主管共同参与启动仪式，东森集团家庭日也正式开启序幕。这两年对零售业跟媒体业都很辛苦，大家都很努力，努力当中更需要家人的体谅和支持，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同仁及家人能够在这里建立更欢乐的一个假期，彼此能够分享，也希望对未来的工作努力会有帮助。现场还请到了全民美眉盖尔 Gail 以及娄俊硕等，媲美演唱会现场嗨翻所有人。开始，团体竞赛怎么能少，展现团队合作的枕头大战，团员们全都使出全力，要为队伍争取好成绩。活动现场无论场内或场外都有丰富的安排，像是让你填饱五脏六腑的各式不同餐车料理与美味可口的精致点心，同仁们带着家里的大小朋友一起前来参与这温馨盛宴。大力冲起金，汇聚集团旗下各单位、知名港点、点八号、东森自然美以及东森宠物等，特别设置许多游戏关卡，通过挑战还可以得到好礼。像一个安安，好乖。不仅关心同仁健康，家里毛孩的健康也替你守护。东森集团旗下慈爱动物医院邀请专业医师助诊，提供免费毛孩健检、宠物健检跟试剂吧。对对对，是就是来看看这样子，最主要是想要让狗狗来这边玩一玩，就是有养狗狗都会希望带狗狗多出去走走，对啊，而且会遇到其他的同伴。大人们有好吃有好玩，家中的小朋友也迫不及待来到游戏区，从室外一路玩到室内，体验快乐的放电时光，很好玩。然后有很多设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很多奖品，下次应该还会，如果有办的话应该还会再来。超好玩的，而且我们家小孩啊，光是玩这个气垫的游戏就玩了十几次，然后不亦乐乎。我们都还没有去玩另外楼上的游戏，楼上还外面好像都还有活动这样，然后很期待，就等一下有抽奖，希望我们可以抽到奖，请抽出。受到同仁们期待的抽奖环节，也准备了满满好礼，包括星宇航空双人来回机票、65寸三星电视，还有价值超过100万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油电车。蛮紧张的，对，因为没有想到，对，因为感谢总裁，然后办了这么好的活动，然后在这边，然后就看到大家都玩得蛮开心的。最近也是刚好有打算要换车，就是想要也是有在看车，然后这台车的话应该会留着自己开。东森集团持续为同仁打造幸福企业环境，超强的核心凝聚力就像是来到一个大家庭，一起共享幸福，乐在东森。记者蒲顺谢胜凡采访报道。